拉力赛史上最尴尬的五个嘉奖弯道，能完美通过的没有几个。今天一起来看看这段新鲜出炉的意大利城市拉力赛。十几台拉力赛车相继过一段嘉奖只有五度的弯道，这种过弯方式极度考验车手的驾驶技巧，一个不小心就会造成各种失误，引发现场观众阵阵嘘声。这也是广大车迷都热爱看的比赛。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比赛，那就加个关注，点个赞，再继续往下看。